Hello，今天来介绍用那个镭射光来做光传输光传码的动作。那我用到两台电脑，那这边因为是发射端上面装了一个镭射头来控制它的灯号。那另外一边呢，接收端呢用到的是那个太阳能板。那用到的原理呢，有点类似摩斯码。一边传一边收就对了那这可是这边用到的是用那个数位的一个码比方说是00010那有个对照表的来代表英文字母那传过去之后呢，它会把它转换成那个文字。等一下呢，那只猫呢会把它说出来就对了那程式呢，两边都需要有一个编码表。那这个编码表必须要一样才不会错译这样子。那等一下呢，我这边打的字呢，会透过光传到太阳能板然后透过那个猫呢把它讲出来这样子那现在就要实验。好，那我来打个 I，空一格。有没有看到那个太阳能板上面的那个灯号？再来一个惊叹号，好，我打完了，让我们来靠近一点来看那只猫讲的。是不是就是刚刚我打的 I love you，然后一个惊叹号？好，这个是呢一个光传码的一个动作。那做这个的用意是。想要测试这个 SFOA 的能耐到哪里了那基本上呢可以做到这个光传码短时间那这个时间差大概是0.2秒左右如果0.1秒的一个时间差就比较会有一些误判的一个情形了好，那示范到这边。好，来补充一下刚刚没看到那猫讲话那基本上是把每一个那个进来的字母把它加起来变成一个字串就对了啦好，那我这边呢来做一个发码的动作，好，空一个 L O V E。好，那这边呢，空一格。好，Y O U。好，再一个惊叹号。好，以上呢就是补充大家没有看到的部分。